让我放空一下。真的吗？还没，等一下，等一下吃。我刚疯狂打喷嚏，感觉刚睡醒，11点多的时候睡醒。小贾斯汀，谢谢洛克，谢谢吉米中。对啊，就换季啊！啊，今天怎么那么累？回的，刚刚拿东西不小心太大力，微大力。嗯，天气是不错，因为我化妆，我被念了，我被念说要化妆，都你们啦，把那些丑照上传到 DC。被刘雨晴说：“你要不要？你要注意一下你的形象啦。然后，啊，你的妆呢？就，哎，嗯，叫安安，还想睡觉。”谢谢不当补充力，吃烧肉怎么那么好？现在还没有醒，我现在形象早就，我有形象吗？其实我也不知道哎、欸，我是被强制夺回的形象，好累哦。我身体现在完全没办法出力，怎么可以那么累？因为化妆吗？因为化妆所以很累，最讨厌化妆。今天香蕉跟谢谢夏夏，我现在连讲话都好累啊。香蕉跟哎、欸啊、怎么没跑出来嗯跟一家昨天给我的面包，我原本想说就切那个冰箱有一个芭乐
像有两颗芭乐，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家，因为一家带回来的才可以吃，我不确定是不是一家的，所以我就没有吃，吃素也就好。我其实可以播半小时，我昨天，不对，我可以播几分钟就好，因为我昨天播了两小时多。他到底谁练到核心的？怎么看到思源在潜力榜的第十一名？真的很累的话，那我化这个妆是为了什么？几分钟是怎样？大家先拜拜，再按掉。谢谢，我连播音乐都好懒。台中人带的肯定是武器，凑十分钟好了，还要边凑。午安，大家午安。等下可以拍照，就不会觉得可惜了。我想说，那就现在拍啊！现在也不想动。谢希恩，我打开了 YouTube Music， 然后就放在那边没有播音乐，好好笑！谢志宏，放空仔。刚第二个没有跑出来，谢谢。我的张小也可以出门，可是又有加补，我声音怎么感觉有？因为我很累。醒出来，不要，鼻子的妆会掉。而且又懒得爬起来去拿卫生纸。谢谢东盟。啊，怎么可以这么无力啊？扣一点，没什么声音。又累了。高卡路里奶流。谢谢东盟之流。一路里，怎么那么累？我不知道哎。你的名字叫阿西，我觉得很好笑。确认后遗症吗？不是吧？比赛缺氧吧？我没有比赛。我懒。我的后遗症不是，好像累也是一个后遗症，没有错。昨天几点睡？12点多。这样子吃下来，全部都是淀粉。很早，很累耶！我觉得很早就很累了。我昨天播完下播之后，然后大概半小时，然后就跑去睡觉，结果还做噩梦，气死！佐藤几点睡啊？问康。还臭人，你臭谁？想说先吃个简单的东西，他们下午要叫外送的话，我再一起叫。
我今天来不及跑步，来不及出去买。应该有吧，我不知道。没有啊，我离阳台还有一点距离。而且是关着玻璃门跟那个纱窗，现在还是对啊，大家没有那么早起床。太不早了吧，他们通常应该都是 一点多一两点才起床，可是我睡到更晚，我都会睡到三四点就会睡。这个还没起床，我觉得影响吗？没有哎、欸，谢谢追踪，他可能叫我吃饭，几点睡？可能是十二点，已经十二点多，我真的很会睡，只是没有把它写出来。你讲话的音像五台车的女生一样。五台车什么意思？音调唱歌那个有吗？因为我要睡很长时间。什么意思啊？其实我听不懂，我看不懂。在共鸣吗？为什么会有共鸣？太低了，哎呦喂，还好刚好带着一下。谢谢。谢谢 Steven， 我爱吃香蕉，香蕉。就看你吃东西看起来很好吃，是吗？全这种有什么？有人起床了，那是林海的。之前应该没有自信哈。你来试试掉的东西。你睡着了，睡着去了。什么时候遇到？
因为门开，可是泰国都在吃饭时间。昨天一家给的韩国面包跟香蕉，是小青起床了。喜欢吃香果，我想说他们要叫外甥，我好累去叫，我觉得很难撕开。很干嘛，我是觉得还好，可能我口水比较多，我口水比较多，我牙齿就不想要用牙齿扯啊，很痛啊。韩国人牙齿都很好，有必要吃个面包拿到刀子吗？不用。简单，我不想多洗一个东西。因为我是农历的年底，谢谢阿 Kira， 好可爱的毛毛。谢谢柠檬，谢谢谢谢。我昨天要说什么？口水湿一下。然后昨天有想到今天要讲什么，但是我忘记了。祝你想起来算了吧。午安，最后一口。它不会油哎，就是它，就是手很干净。我连关键字是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不会很干哎，我觉得不会。
收益破2000万，太厉害了。虽然不是说爆料成员求生了，没有吧？我没有说过这句话。好油啊！谁挖到？谁挖到石油？不要自己求死，哪有？我有说过吗？现在比较清醒了，还好。你叫小爷是吗？ It's powered up！ 谢谢小妹。我真的觉得台北现在没什么好玩的。你爸体贴啊。台北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玩，除了夜市之外，我真的就是不知道可以去哪里，是我没有去挖掘。一个人确实没什么好玩的，可是我都一个人吃饭，我正常一个人到我已经太习惯了，很习惯就是自己一个人做事情，但有时候会觉得尴尬，就是会看电影，不要。松烟跟乌梅可以找你，就你知道。我就是因为很多地方都要花比较多钱，所以我就会不想去。照片黄，我已经照片黄了。对啊，就是都要有钱，没有钱。没有钱什么做不了。爬山，
爬山吗？我是有点想要去宁夏夜市，可是明天要上课，明天要回学校上课，可以不要吗？还是我来快筛，因为我们回去之前前一天要快筛，我现在来快筛。感觉很奇怪，李家拜码头还没有，没有啊，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应该要实体上课，然后是因为我们班有确诊，所以才变线上这一周。逛街不要买，哇塞呀，我好懒，好懒再去。跳舞快闪，我这边没地方跳舞，要继续线上，可以继续线上吗？我真的快疯了，两条，那就两条。先上一百嘛，那是学校给的，可是学校给的是橘色的那一个，橘色那个不是说就是准确度是30%而已，而且还只有一个，不是说什么就是有四个吗？可以拿到四个，搞三声吗？是吗？我现在才去两条线，我司机马上回房间直播啦。我在客厅，自己买啊！一动作啊，就急，行行哈，就急。票只要30块，到位好远。小拍一个，喂，可以当没差吗？不知道哎、欸，就是，哎呦，就是真的有人3个月内有去的。Let me show you shiny road. It's better now. That's just 几率问题，就只是可能比较不会中而已。没有说就是真的不会中，
我的橡皮跑掉了，我只能起身去找我的双眼皮贴，然后还有拿快餐试剂。哎呀，今天脸看起来小，即使确诊也但没有传染，你不知道，症状还更多。跟唱歌的黑，我是卡子，唱歌黑，你也努力。잠이슬오는입들인과호기심내맘너와나끊고매일애쉐전이신스미스이노타레라今天看起来很小是吗？你化妆吧。镜子，好笑吗？脸小跟脸圆是两回事。矮子跟比例差是两回事。那叫什么会怎么很累，跟前阵子失眠很严重，然后现在会有时候，我现在觉得比之前还要喘很多，是不是在臭臭你啊？吃两张体育小跑也不至于吧，我都有在运动，就是现在好久了。
会你人工呼吸，先不用，这样你就不会过气。好烂。也太短了吧。快些老手。真的很短，我进去的时候他都快卡死了。说的蛮深，是吗？效率，这叫速度。超恶的，为什么要看戏啊？
哦，很冒险。我鼻音真的很重。不要，卫生纸好远。It's you and I. Let's star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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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cut me close. Watch my step and see what I got. 3, 2, 1. Baby, man, let's go.拿过来就不远了，都是拿快塞的。不要，坐下就不想动了。对啊，我昨天，我们昨天晚餐叫泰式，然后那间的便当都很大，然后我点了一个椒麻鸡便当，椒麻鸡超多哎，多到我真的是超懒得咬。我昨天做噩梦，其实蛮崩溃的。昨天做噩梦，然后我差点醒不来。突然醒不来，然后因为那个梦就是现实发生过的事情，然后我在超崩溃的时候，我想说为什么起不来，我知道自己醒不来，然后后来是最后我的脚突然动了一下，然后我就醒来了。啊，我刚刚塞完是几点啊？我忘记看时间。梦到你吗？我根本不记得你长什么样子，好坏，怎么可能是梦到你啊？然后我起来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很像那种drama叫什么？drama戏剧的那种演戏效果，不是他们做噩梦起来都会就是很快速的呼吸嘛，我真的就是那样子，然后我还全身麻掉。才3分结束啊，那现在已经过了5分钟，还有10分钟，所以48分。现在是一条线啦。一条，还没有第二条出来，就还在梦，没有。我也想要自己多画红线，我不想去学校。梦中梦，其实醒了还在梦，我都做过，然后我也知道我在梦中梦。但是我忘记梦到什么了，我不记得那个。Oh no， 要去学校了。续集的梦吗？续集好像没有，但是有，就是一直重复梦，很梦同一个梦很多次。谢谢员工鬼，为什么这根刘海比较长？
哦，好像有哎、欸，我睡回去，然后又梦，又继续梦这样子。我很常做梦，我都而且我都自己都知道这样子，然后。然后我要说什么？然后，然后。然后我就忘记了。然后我就忘记我要说什么了，梦之中好烂，嘿嘿。今天上课，算了，还是不要去就好了。现在不要重要的事情，这边去学校不会想去吧？我不喜欢出门。我也不是说不喜欢梦，我不喜欢很早起来很累。国小也远距快一个月，我们已经一个月多了。你一直请假，谢老师。可是这两天我们又没有碰，这几天我们都没有碰到老师。所以就只有老师会被割。李莎结婚了。结婚了，就是一个女 YouTuber Lisa， 刚看到的，昨天结婚的样子。哦，昨天办婚礼。幸好，这都会隔天。空空的伟大的爱，我知道的。都要嫁啦，这是大事。刚几条线没看清楚，一条。
有写日期。我是最喜欢你，那你有买吗？这写上去吗？612可以。没有政府的好用，没有免钱的好用。冰箱可乐嘛，倒一点。健康宝宝，去当健康宝宝吧。你感觉到喷雾，没那么夸张吧？今天太美，你才画个底妆跟口红，加良心结果，卖脑卖脑，吃饱了，柠檬汁也行。好漂亮，要保障身体健康，好乖。钢笔钻研，你喜欢麦叔漂亮还是可爱？漂亮，我觉得我不可爱，我就长得不是可爱型的。那个白眼了解图标，你好可爱。你们就爱欺负我，你们就爱欺负我，因为你们不敢欺负刘雨晴，所以你们就欺负我，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装可爱，并没有，我可爱不需要装，让人家卖萌，可是都不包，不要价格，不知道怎么卖。我不是可爱型的，我长得就不是可爱型的，不好意思欺负。谢谢奶奶，奶奶 I love you, I love you, 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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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但是一直装可爱，
因为公司把我塑造成可爱的形象，我就不是可爱形象嘛，我真的不是可爱形象。不是不敢欺负，是被欺负欺负真的很有趣。因为我的可爱形象，然后我每次化妆都化起来很像很妖艳，然后妈就说我的妆太浓了。如果我的形象是性感或是妖艳的话，那是不是我的妆就比较符合我的人设了？我那时候拍生写真的时候，一直都不想笑，就不想笑，我就觉得笑起来很奇怪啊。然后跟他们就一叫我一直要笑。比较成熟性漂亮的，等我一下，因为比较妩媚。刚才干什么事？什么意思？谢谢修哲，什么生日礼物？不知道。他那么不笑，我没有不笑啊，我有笑。没有，那时候我每次都被就是别人说我是长是那种比较艳的型，就是不是可爱的型这样子。听说有人嘟嘴，然后那个中间的空洞是爱心型，应该不是。哎，我是哎，小爱心的感觉。可爱是让人喜爱的，就好吗？没有人喜欢我，稍微小小看点。当然要藏起来啊！小吉祥，小晴。画面中看到很多画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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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面。我没有比较清醒而已，这是什么？有看到电视，啊，这部电视，在路上呢。我一直没讲什么话，然后时间就过去了，因为一个小时。
可是我也睡不着，我都是那种，我今天 我昨天跟今天都是七点多就突然醒了，然后我看一下时间，还是七点多就继续睡，然后起来又八点多，然后起来九点多，起来又是九点多，然后就是一直重复在这个环节里面，我根本没睡觉吧。他们出场，可能吧。啊、哦，谢谢玉。这两天那么好睡，还好。我还有，哦，完蛋了，我东西还没弄完啊。为什么高中那么难熬？我宁愿读书就好，我也不要做东西。安息吧，孩子。嗯，我还做不完，我没有电脑。不是，我跟你们讲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没有电脑嘛。然后呢，老师要我们用 PPT 做成我们的背板，我们要自己做那种，就是韩国他们表演不是后面都会有那个什么3D 不是 3D， 就是 LED 的背板嘛。那我们要自己用 PPT 做，但是我没有电脑，所以我用手一个一个慢慢画，而且是就是路径哦。假设不是这样子嘛，我要从这边接，就是从那边画画画画画，慢慢这样画下去，画下去，一张一张慢慢画，一首歌两分多钟，我全部要用自己手画。欲哭无泪，操！拜！我吹马掌话，不可以马掌话。现场电脑，不是他们说什么有另外一个什么网站的东西可以做，可是那个网站的东西用手机跟平板就是不会动。怎么不去借？因为有电脑都要自己做啊。有电脑的他们自己也要弄功课啊。就大家接电话了，电脑接电话什么鬼？接电脑，那个是长时间的，他们自己都要用电脑。我逆机玩。大眼皮都没有嘛，他都有自己在用，他会用电脑，他只是不会在直播上用而已吧。去网咖，图书馆的电脑，但我总不可能24小时泡在那边嘛，那一节课根本用不
用不完，而且我可以用，我可以去图书馆的时间就只有中午午休的时候，我中午午休我也要睡觉，我真的不睡觉我真的会死在学校，尤其是确诊之后。你的地方还蛮要手画，再去玩东西。我真的超无奈的，因为我真的是弄不完了。Gorgeous， 把他的快递给我。先把我快递去天堂好了，脑袋该爆掉了。好多事情，很多五，很多五跟很多东西要用，然后还要考期末考。完全没读书，你们知道吗？我已经放弃我的课业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已经很努力想要把我的课业撑在一个水平上面，算了吧，算了吧。不是那个那个。太慢了，它会荡掉，我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弄。我手机啊，我用平板，我用平板播。我是不会到不及格啦。怎么可以跑跑？平板不是平板，怎样画的、啊？他们说什么手机版的 PPT 也可以用，不行，跟我开什么玩笑？让我白痴。变啦、啊！乖乖，对呀、啊，没有，我们老师就说可以，但完全不行啊！放弃吧，我要念榜了，快输掉了。哇，下礼拜就要考试，上大明要考，救命！不如问一下，我跟大家没有很熟。啊，我跟大家没有很熟。写字，我写不着哎，头痛啊，好吧，边缘，怎么样吗？怎么样吗？我边缘有骄傲，我真的是没有差。那么多朋友干嘛？那么多朋友干嘛？每个人找你讲一个烦恼，你就爆掉了。
请这样吃饭，我没有钱，真的没有钱请他吃饭。都说不要，我的烦恼跟你们跟别人讲，都要别人讲出去。哇哇！呼，今天说要请，没有，我要请那天刚好大家不在，那我们想说就之后再找一天一起吃。麦克风那么松吗？有，如果都说了还在意，如果都说了还在意，讲出去没？会啊，朋友多到最后做直销的时候就可以，现在说自己烦恼，这不是什么很隐私的烦恼，所以我觉得讲出来还好。但我自己的私事的话，我当然是不会，就是几乎都不会讲。我觉得跟别人讲麻烦，然后又要一直被讲道理，我觉得很烦。一直被讲道理，你就讲一些安慰我的话就好了，你不要再讲道理，我就觉得烦。今天是什么崩溃直播吗？没有啦，我是说，就是如果我找人讲心事的话，然后那个人还给我讲道理，我就是会直接已读。没有，我会直接不读。其实 diss 你妈来讲道理，有时候他有时候是这么回事，就不会聊天。任性，不闹任性，是傲娇。我真的是之前，因为之前还没有进来之前，不是会都有自己的账号嘛，然后看到别人做直销，然后直接退追他，我真是快崩溃。看那个真的很烦。我对焦了，直接抱着，抱着吧，林佳妮。好热。你好，这边的又不错。我也不读不回的。大家都很缺钱。我要念榜了。到底在吵什么？卖的是梦想，我卖的是钱。100多支牙。要买我们什么鬼？要法圈？没有，没有法圈给我。是说抢我法圈的人可以还给我吗？我法圈真的是没有了哎、欸，我是去吃海底捞的时候才拿到的呀，才拿到新的法圈哎、欸。可以不要抢我法圈吗？为什么要抢我法圈？我法圈就长那样子，而且还松松的，也就没有用很久了。为什么要抢我法圈？为什么要抢我法圈？有没有想下班了？好，快点！68名杨雄，27名盛小元，26名北极熊 Des， 25名阿臭阿卡阿奎。24名幻影战士，23名古早威力，22名秋日红，21名。第
二十一名洛克，第二十名朱里恩，第十九名超哥，第十八名 Steven， 第十七名 Mohan， 第十六名 YC， 第十五名 Yoshihiro， 第十四名小一，第三名柠檬，第十二名浪迹天涯，第十一名踪影，第十名吉米周，第九名圆滚滚，第十八第八名 CSH， 第七名的第六名东某，第五名科车机，第四名紫红，第三名 Akira， 第二名西恩，哦西恩，第一名夏夏，该吃螺丝，这个字定了，被谁抢走？我同学，被我同学抢走。我国小的时候，这整条都是，就是这边全部都是发圈，超好笑。因为国小合唱团嘛，然后就跑步，然后就有很多学妹啊，就跟我接，所以我就带很多。然后那时候上面还有装饰那一种，就是一颗球这样，就当做武器。佛珠啦，佛珠好不好？佛珠。等到了高中之后就剩一条，然后还可以没用。友善学姐，当然我是团长哎，我当然要顾一下大家。看不出来吧？我是团长，我是合唱团团长，团长。竟然当上团长，我自己也是很不可思议。而且我是先从升部长开始当，然后当到就是有一天我去打电话的时候，突然听到我的名字，然后我想说哈，为什么叫我的名字？然后我一走回去，他们说嗨团长，我说啊团长啊，一手没有，有没有想过带两手了？喝酒是不是？羞套了。看报纸才知道是团长。这跟我看了脸书的公告才知道什么东西被取，什么活动被取消。No more day 자꾸생각나잔주세상내애같아I do it to go go, that's a man gets so tall. In my mind, little and day, I feel. 好了，我要倒，我要倒数，十，得，八。你才刚来，你够好意思够刚来？六，五，四，三，二。大家再见，大家拜拜。我又要播一半了，你们都话讲。拜拜。一点点。